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，头里不舒服啊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导弹当当当当发出去一个，这边用铁幕啊，铁幕的意思就是把发出去的导弹把它在空中把它撞击一个销毁掉，这个就地球人的笨办法，因为他控制不了，这个导弹嘛，外星人怎么导弹的话，我直接就可以把它拿走消失掉，也可以拉回去，我可以放哪里就哪里，用不到第二批再打个导弹啊，这这会更进污染的环境，也就是说外星人就像镊子一捏，我爱放哪里就放哪里去啊，爱放哪里就放哪里去，爱放哪里就放哪里去啊，发射出去的啊，或者没有发射之前我就可以先把它控制掉，或者一个给他一个空弹啊，空的空包弹放在那边，他这个空包弹爱打哪里就打哪里啊。嗯，所以外星人要控制那个战争呢，有的是办法啊，大家只是没想到啊，只是没想到而已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